上期我为自己挖了一个坑，讲罗顿斯德的时候我讲到了一个鲸眼系统，这个鲸眼优化是罗顿斯德的一个专利技术，它可以对散光进行一个全角，因为比较复杂我这里不详细的去解释，我后面会可能专门拍一个视频去讲解这个功能，然后我这一期就来填这个坑。这个鲸眼系统呢，目前是罗顿斯德的专利技术，对于如果说你有散光或者是高散光的客人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化效果，我们的业内叫全角。那它这个镜片是通过什么原理去做到这个事情呢？我们去讲这个镜片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来自于德国的一个数学家，叫 John Benedict Listing， 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数学家，他的老师更出名，叫高斯。可能对于数学有一定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位数学家他通过他的研究发现了关于视光、关于眼球运动的这么一个规律，我们现在叫它 Listing Law， Listing 定律。它这个定律呢，到底在描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描述我们眼球的一个运动规律，就是我们的眼球它其实不是无限制的去运动，它是一个受限的运动。所以 Listing 定律是描述我们的眼球受限的这么一个运动规律的。现在我们来看到这空中有一架飞机，它会在以飞机的中轴线的位置去做运动，在 X、Y、Z 这三条轴上面去做运动。我们的眼球也如此，以它的中轴线形成了一个平面，这个平面叫做 Listing Plane， 就是 Listing 平面。打个比方，两只眼睛一起看东西的时候，我的两只眼睛一起盯这个点的时候，两只眼睛其实随动的，就是这一只眼睛和这一只眼睛都是朝这个方向动。我看这边的时候，两只眼睛也是在随动。但是如果我们是看近处的时候，我的两个眼睛它就是朝反的方向动。罗顿斯德就以 Listing 定律作为理论基础，去研究了我们远用的时候和近用的时候散光的优化范围。通常来说，您的散光都是有一个轴位方向的。打个比方，我们以最简单的零度或者是180度，就是一个横向的轴位，比如说你散光是产生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去优化的时候可能就是优化横向180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日常验光的过程中，我们是先确定你的轴位方向，就是你的散光的方向，再去验你的散光度数。所以散光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确定你是180度这个散光轴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上面去帮你做优化。但是当我们看近处的时候，你的散光轴位其实是发生了变化，而且你的镜片的散光度数以及近视度数，哈，我们只说散光，我们的散光度数是发生了变化的。这个范围值，我打个比方180度，那么我在镜片上面要做多少度的这个区域去对你的散光进行优化，这些都是根据 Listing 定律来的。不才在罗顿斯德的相关人员在帮我讲解的时候，我去偷了一点点公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公式是不全的哈，只是给大家小小的展示一下，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公式，他们自己研究出来一个公式去对于这个东西进行优化。无论你是看远还是看近，我们的散光区域它都帮你已经算出来了，在那个位置做了相应度数的优化。这个就是罗顿斯德的镜眼技术对于散光进行全角。其实讲那么多，最终有指导意义的就是带有这个镜眼技术的镜片到底卖多少钱。首先我们来看到罗顿斯德最新上的系列大事件，它的 S 型单光里面是没有这个镜眼技术的。如果说你的散光比较高啊，你就不要选这个系列。它的 P 系列是数码型镜片，如果我们没有视功能方面的问题，这个镜片也不需要选。那我们从它的 M 型单光开始选， M 型单光就开始就有镜眼技术了。我们以常规最常配的 1.60 的镜片开始算，它的最基础的磨层6380，那么我们再高一个级别的 I 系列的镜片同样拥有镜眼技术，当然它多了其他更多的，价格就来到了8190，后面就更贵了，后面就是1万多开始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很好又太贵了？是的，我今天不是为了卖它的贵眼镜的，我找到了一款非常便宜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就是罗顿斯德的安视仪。罗顿斯德的安视仪它是为小孩研制的，但是实际上它不仅仅用于小孩，它完全可以用于成人。因为这个系列它是标配了镜眼系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散光高，你就可以配这个系列的镜片。它把这个技术加上去之后呢，它为了去适应小孩，所以它还去做了一个有底色没有底色的这么一个镜片。大家如果说想要视敏度提高一点点，那你可以去选它有底色的那种偏黄的那个色。如果说你想要你的镜片更清透，那你可以选择没有底色的。我们以安视仪的高清 P 系列来算，它的 1.60 的镜片只要多少钱？只要2080块钱。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是大事件，最便宜的要6000多，这个只要2000多。我看网上也有很多的同行，包括一些博主在推荐安视仪，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把这个为什么性价比高讲清楚，这个技术对于散光的优化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他们其实是没有讲清楚的。
那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同样呢把他们的价格对比给大家讲清楚。安士仪这个产品对于高散光或者是斜轴散光的客人，这个产品对你来说真的就是对症下药，而且极具性价比。所以安士仪高散光的朋友，你值得拥有。 OK， 这里是龙叔甲乙，买高度眼镜找龙叔，品牌齐全见货多，拜拜。